我就想死了。哼哼哼哼哼哼，这么多螃蟹。我就想死了，这么多螃蟹。我就想死了。都是螃蟹，什么情况这个？哎呀妈，抢螃蟹了！我的个神了你，太可怕了这个阵容，太多了，这全部都是。这种是什么情况？螃蟹可以吃的呀，都爬的都是了。这些螃蟹，马路都是的。咱家入海口，自然生长的，野生的。当时我们开车在路上面，就是底下那个芦苇，往那个芦苇里面，就嗖嗖嗖的一群一群的往外跑。我们拍的还不清楚，现场还要好看。证明住了20年也没看到过。螃蟹是一群一群的，就像一个带头的一样，他们一群一群。这边可以吃的这个东西。